尊敬的姜炳坤先生，尊敬的徐胜雄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举行产业互助共赢交流会及湖南第八届两岸经贸交流互助会。在此，我谨向台湾工艺总会对本次交流会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向长期以来为推动湘台合作做出贡献的各界朋友表示对崇高的敬意。刚才两位的致辞应该说给我们此行访问团的所有成员都有很大的启示和教益，不仅对我们湖南在科学发展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鼓励和鞭策，更重要的为我们共同面临着机构调整、经济转型、开放发展、绿色崛起提出了发展的路径，更重要的指出了我们如何合作共赢，把我们传统的勤劳、朴实、智慧、聪明的我们中国人如何来容忍世界经济的大潮，特别是适应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的后工业时期，世界经济的大的调整和大的变化过程当中，我们如何联手发展，这一点呢，给我们指出了十分明确的路径。下面我简要的谈三个方面的项目。第一，湘台合作交流的前景广阔。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湖南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过去六年，湖南经济年均增长13.4%，到2011年，经济总量已经接近20,000亿人民币。但总的来说，经济发展我们仍然处于在一个欠发达的状态，依然要把加快发展作为我们的重中之重。目前我们正在强抓国家实施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强抓长洲塘城市村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适应区建设等重大机遇，同步提升我们的经济总量、人均质量和运行质量。在这一过程中，湘台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都非常的充分。具体讲有三个方面。第一，产业对接的互补性很强，湖南工业的门类齐全，现已形成有基建、食品、石化、电子信息等十大类的千亿产业集群，以及76个初具规模、各具特色的工业园区，正加快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和培育发展先进的装备制造业、新材料、文化创意、生物医药、新能源、电子信息、技能环保等7大类
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台湾产业发展水平较高，正处于在加速推进产业转移、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尤其是台湾的准备制造业、IT 产业、生态农业、文化旅游等产业和生物科技、绿色能源、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与我省的七大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方向完全一致、完全吻合。我们将依托衡阳、郴州、永州30国家级城级产业转移示范区，全面来承接台湾的产业转移，助力推动双方的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二是湖南综合营商的成本相对较低，我省地处番薯三角、长三角和岭南几百城东体系的枢纽区位，是前沿的内陆的前沿，现已开通的武广高铁与正在建设的沪昆高铁，在我们境内能形成实质交叉，境内的高速铁路的通车至此将达到1000多公里。现在我们突然运行的武广高铁是508公里，现在我们每年的客流，仅武广高铁的客流就达到1500万人次。正在建设中的沪昆高铁，我们预计在2013年底建成，2014年上半年投入运行，在我们地段完全是2013年就争取能运行，在我们湖南段是518公里，应该说一个508公里，一个518公里的两条高铁，基本上要从它的覆盖半径来说，把湖南省21.18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基本覆盖了。我们可以自豪地讲，湖南进入到了高铁的时代。我们也已经基本形成了立体交通的体系，以我省为中心，与大陆的东中西部的时空距离明显缩短，采购、销售、物流等成本都将大大的降低。台湾企业去湖南发展，完全可以抢占市场的制高点，抢占发展的先机。三是湖南产业发展的自身的较好，湖南资源丰富，素有鱼米之乡、有色金属之乡、非金属矿产之乡的美誉，是大陆南方主要粮食主产区，主要大众农产品的产量居大陆的前列。科技事业比较发达，现有15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15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规模分别达到135万和150多万人次。更为重要的是，湖南拥有7100多万的人口，又处于在加快发展的阶段，它的市场容量十分巨大，是资源与市场两载兼具的地方。到湖南发展，既有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的保障，更有可靠的市场支撑，完全可以取得较为理想的回报。情谊很深，今年来我们双方往来更加密切，合作更加紧密，成果更加丰硕，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贸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从1989年台商日向信办实体至今，台资企业已经遍布在我省14个市州，涉及到制造业、农业、商业、旅游、文旅、房地产等30多个领域，已经建立了长沙的万城、湘潭九华、衡阳白沙洲、益阳长郡、郴州有市、娄底双峰等6个台湾供应园和岳阳县台湾农民创意园，吸引了一大批知名台商企业陆陆续续到湖南发展，台资日向呈加速的趋势。最近4年，全省实际到位的台资已经达到了24亿美元，是前20年总数的111.5%。二是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近年来湖南连续举办在台相继后裔湖南行、湖湘文化之旅、海峡两岸神农文化祭等一系列活动。例如去年11月至今年2月，湖南以楚风湘韵为主题，参与了第二届首办金生家园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活动，引起岛内的广泛反响，取得较为圆满的成果。特别是湖南作为炎帝和舜帝陵寝之地，已成为我们台湾同胞寻根问祖的目的地之一。三是人员往来优化密切，长沙与台北高雄实行直航，慈林机港和高雄港开通互不直航，为两地的交流互动创造了良好条件。去年从长沙口岸和各地延转到湖南的台湾同胞超过了50万人次，居我省境外客源的第二位。其次，去年底湖南居民赴台也突破了39万人次，湘台婚姻达到了3.4万多对，居在台楼配家庭的第二位，这表明湘台两地的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相信一座湘台两地良好的人员、文员和善缘，双方合作一定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三，湖南将诚心诚意地为广大台商做好服务工作。当前湘台两地经贸合作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我们将始终坚持诚心当头、真心实意地吸引广大投资者到湖南投资经营，一是坚持诚心诚意，坚持说话算数，坚持兑现承诺，真正让投资者感受到我们的诚心诚意，真正树立起脚踏实地、实实在在的办事的良好形象。二是坚持平等对待，坚持一视同仁，依法依规按程序办事，坚持公开公平面向所有的投资主体，就不厚此薄彼，让所有市场主体平等地享受服务。三是坚持优化环境，大力优化政务环境、司法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积极倡导和气生财、和为贵、和谐发展的理念，营造创新创业创造的浓厚氛围。这里我再次承诺，如果台湾同胞在湖南投资遇到困难和问题，
投以向我们的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反映。我还在这里承诺我们台湾公益协会以及在座的各位台湾同胞，如果到湖南来投资遇到重大问题，可以直接向我本人来投诉。我想我和我的今天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四座的一些行政首长们，应该可以解决目前我们投资软环境还不太软的问题。现在我们的硬环境随着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会逐步的配套，尽管目前还有差距，但是关键要靠我们的软环境来补硬环境的不足，而确确目前我们在投资的软环境方面还需要我们大家来共同努力。但是我今天在这儿向各位做出我作为一个省长的承诺，我相信台湾的朋友会相信我，说到我会做到的。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湖南人文荟萃，山川秀，湖南人重义守信，勇于任事。我们真诚希望广大台湾同胞都到湖南走一走，看一看，与湖南人民一道共行发展伟业，共创美好明天。我们坚信同根同种、同种同文的两岸同胞一定能够同心协力，共筑新的辉煌。这两天强降雨导致了台湾局部地区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遭受有一定的损失，我们和台湾同胞一样，心情同样这个感到对受灾地区的一些同胞要表示慰问，而且要及时的给他们以生活上的安置，也祝愿他们早日渡过难关。同时我也想我们湖南石虹现在也处于在一个雨季，家里的山洪地质灾害也经常不断的发生，也希望我们行政首长出来了还要进一步的关心家里的抗洪救灾的工作，共同来关注我们的民生。我们今天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我们广大的民众构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最后我在这儿代表我们湖南70-100万老百姓，邀请我们台湾同胞到湖南去走走，去看看，欢迎到湖南来做客，谢谢大家。